同学们好，我们这一节呢继续画花鸟的一起勾图批刻。那么我们这一节呢是画麻雀跟那个菊花。麻雀呢是比较小的，所以你画的时候呢不能画得太大也不能超过它这个真的麻雀一样大最大了就是不好看了不像的所以呢我们画的时候呢要小一点。那么我们画呢先用那个。诈实那么认为某麻雀呢是它有点诈黄兮兮的诈实的闭上用小白鹰那么我们再上一滴墨再上一滴墨，我在这个垫子里调一下调成那个一种诈墨的样子调好以后呢，我们在头上先画先画这个按下去差不多这个头那么它的背上就这支笔好了，再放一点黄的好了以后呢，我们用水墨来画拿一支笔，也是小白鹰，它的眼睛，我就是用胶墨点上一点它的嘴巴。这样嘴巴呢是张开的这样。那么在它的这里呢，像耳朵一样的一点呢，要浓一点的墨，让它生化开来，生化开来好，那么接下去呢，就是拿这支笔好了，这里呢，画了它的翅膀那么再带一点，放点水，这个地方呢，这样，用油墨画上它的翅膀，它的胃部的你代码。它的左臂下面的然后一滴黛墨好，那么趁它湿的时候呢，在它背上了用那个浓的墨点上几滴麻垫在这个头部呢也可以点上2滴麻雀呢出来了，那么我们在它这个脚上呢，它的脚呢也是扎黄的我们补上脚。它的一个舌头呢，也可以这样。那么这里再安排一只你多放一点，让它盛开来，水分多，让它盛开来。它的臂部好，我们接下去呢，用墨笔在它的眼睛部分点上一点浓的嘴巴比较短，那么再用淡墨。画上他的胸部水分多一点，那么这个里面呢再深化一点，再深化一点，那么他的。翅膀画上几笔尾巴
那么，趁它湿的时候呢，用墨点上它的麻垫，它的头部也可以点上。那么它的边上，像耳朵一样的地方呢，也会黑斑，把它点上。这是麻雀的特点啊，我们再补上它的胶啊。这里呢，还可以让它顺滑一点。可以了，这两家。这个停在上面的两张呢，好了以后呢，我们下部画一张飞的飞的呢，我们也画头部，所以把它顺开那是，墨，我们最后画眼睛花嘴巴，画上，耳边的一个褐斑，点上麻钉。画上胶，好，三个麻雀呢已经好了那么我们补上那个菊花我们呢，在中间呢，这个菊花呢，中间的心枝呢，要放一点绿的颜色。等一会呢，用那个黛黄呢，浓的黛黄点在上面，那么我们画一这个叶子呢，我们用山沟的。好，我们开始画那个这里一个呢枸杞的杆子麻雀呢顶在那个枸杞的杆子上面。
往往呢，枸杞跟菊花呢，放在一起啊，这个杞菊了，也是一种中药上的一种搭配了，这是一个。那么在花上面呢，枸杞呢，叶子比较小啊，它的枸杞子呢也小，那菊花比较大，这样一大一小了，也产生了一种节奏。一呢是点读法，点起来的。它在叶子上面呢，我们勾上茎啊，用花青勾好了。再画上枸杞，枸杞呢用淡墨勾一下啊，那么，把它垫上，朱标的颜色，你可以两边，左一边、右一边，揉一点白，很晶莹。好，那么菊花啊，我们贴上黄颜色。那么黄颜色的这个花瓣中间呢，再放一点橘黄的啊，橘红色的。好，那么后面这一的话呢，也摘一下。
在村上就红。好，中间红一天，边上让它黄一天。那么叶子啊。叶子呢，以花青为主，豆蔻的黄都带了。那么我们再补上花下面的小草，小草呢，我们可以用一支狼毫笔来画。狼毫笔呢，要放一点花青，那么再放点赭石再放点墨，小草呢，你笔可以干一点啊。画这个草呢，也不能马虎，因为这里呢好像很紧了，那么画的草呢让它松散一点，那么草上呢也有这草花，这里有点你可以用淡墨抠一点的好，小草呢，我们已经画好了。画好小草以后呢，你们看，就画呢上面呢，还要加上那个带黄的心带黄的心呢，用那个白的跟藤黄的要浓一点的调一下，调的浓一点的呢，要厚厚的叠上去。你看这个颜色要好像高出来的，白的还不够，再放一点白的。好，这样就涂出来了。那么上面再叠。好，搞出来了。好，我们整体看一下好，可以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提上几个字用隶书来写。这是画布上，我照画布上临。翠叶，翠，朱，朱石。精英。
虎。华，好，我们呢这里呢跟上一个张，好，我们整体看一下啊，好，这幅画呢就结束了啊，同学们，我们下一节呢继续画花鸟的组合，再会。